敬请观赏台视40周年大戏《台湾漫步》。啊，你敢有想讲你阿伯要安怎拍算？我敢若一个拍算，不管我后摆做啥物代志，绝对外国用乖。你这是玩弄去予人乖啊！阿伯若是较实在，都袂搁再出问题啊啦。你看像阿仙啊，人安尼戆戆啊做吼，天公疼戆人嘞，哦，予伊做到总经理啊啦。那真是有才调的人，是靠家己，不是靠天公。哎呀，等几时阵啊？你心情也较好，咱才好好来讲者。等我做这总经理，够真侪手续办办，阿哥会来请教。阿母啊，这猪脚米线啊，你煮个真好食。好，阿玲紧食吼。阿姐哦，那是人阿仙哦，专工去甲你买呢，伊猪脚用的遐买啊，你看，肉肉肉。对啦，猪脚是有代志，只阮真爱斗相共。明仔载老爷去向细家多谢。应该啊，应该甲我困咧睡多些啦。啊，你也真久吼，无看到恁阿舅啊，明仔载阿舅甲你斗阵来吼。是要睡多些啥？因阿姐是要甲斗相共，应该伫我关进前甲斗相共。不是当完官了，叫你跳白家车。哎呀，志坤跟你斗相共，那是人情。你哪样来讲？我拄仔才唔管出来尔呢。恁一个讲话敢顶业着，一个敢教会书呢？一项我唔管了无够久，顿来讲乖哦。你讲话遐大声要创啥？等你顿来阿母嘛足欢喜的。我拄只讲遐话也无甚歹意啊。你唔管佫算啥？我过去嘛要做个老满，过去就放我过去。只要咱两个兄弟重新好好拍拼，以后谁敢看你无啊？是啊，阿仙。看啦，看恁是要同情我、可怜我，还是要看我无去？谁在恁啊？你来避干你啊？阿仙，你莫生气啦，你嘛唔通甲恁阿兄计较。伊这拄仔被关出来吼，心情是较歹性地啦。讲起嘛实在是真可怜，安尼被关出来吼，某个囝带咧去美国啦，那厝安尼甲卖袂掉，伊安尼无依无啊，无靠咱是咧靠啥？阿仙，你也甲恁阿兄斗相共吼。阿仔，你安尼神神秘秘，到底有啥物大案件？是不是跟你阿姐有关系？唉，无啦，若是讲我们阿姐有关系哦，绝对唔啥物好康的啦。我来讲这条哦，是一个标准的好代志啦。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啊，就是检察大人，你的终身大事。啊，我吼算较家暴啦，啊客串一个外下老人，要替恁开红线。无聊。喂。你嘛较尊重啊，歹人好无？我是歹人诶！你用这种态度对我，你会吃亏我？你讲哦。我唔惊歹人，我嘛唔惊吃亏啦。叫小好，我欣赏。歹人都无咧惊，甲你牵红线，你有啥物好惊诶？我是有某诶人咧，要牵啥物红线？这我知啊。啊，恁某唔是过身啊？啊，过身哦，就表示条红线已经断去啊，所以咱才会定牵定接。我无兴趣啦。哦，我今仔日哦，若亲像你安哦，身悬有够啦，风度阁好，红仔面阁飘飘哦，我哦，着兴趣足济啦。亲像你，啊，起了好用。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对啦，我也是我啦。小林是小林啦，今仔对你有兴趣，对你痴情的是小林，毋是我。小林。是啊。我哦。算人咧食米粉，伫边仔咧发烧咧做诶啦。啊，你若要共歹声走哦，你嘛看着啦。虽然伊有生啊较细粒子啦，啊伊当大人有当较无过，抑毋过人伊天真善良、可爱、纯情，啊着凭遮优点，你嘛共参考一下。朋友的关心，这点我做会到。若是感情，歹势，绝对无可能。因为我的心已经对阮某走，阮某若是袂转来，我的心嘛同款。
永远嘛袂回来。住住，阿婆要讲话啊！亲像我即摆安尼，讲啥物有啥物落去。咱这种社会，老爱成功的人，有实力的人，好野人讲话才有人要听。阿母，就算讲我即摆甲你讲啥。连我自己都无法度相信，因为我是一个失败者。哎呦，阿兰嘛，他你才几岁尔，甲人咧讲什么成功，讲什么失败呀？这阿母是无读什么册啦，较早吼拢是恁阿祖啊、恁阿公啊讲一挂道理咧，互我听啦。啊，恁阿公捌讲过啊，讲这甘露拜上，这甘露啊，十二岁就咧做宰相啊。啊！十二岁了后，做甚物代志也无人咧讲啦，也无人搁买也搁甲写出来。讲这个姜太公吼，甲七八十岁时阵啊，文王公甲伊拖车拖八百步啦，都是因为拖迄个八百步吼，所以丢掉才有迄个八百年的江山啦。啊，你若是要甲甘罗比吼，你是有影有较侪岁啦。伊若是要甲姜太公来比，啊，你一个囡仔屁尔咧。所以啊，阿兰。你别烦恼啦。来当当对故事来讲的，不是无影无一只代志，就是已经无在这个世间的人。阿我嘞，我还阁活跳跳，完了从鬼道回来了，无母无囝无前途。阿母，我看家己无去。不管你心情，看你家己无去。也毋过做老母的人，永远拢是会看重家己的囝。不管你即摆是心情歹也好，心肝艰苦也好，阿母爱你知影。你若有偌艰苦，阿母就比你艰苦十倍。阿仙啊！嗯，阿母。啊，你也来，来，阿姐阿姐，哎，啥代志啊？无啦，我是想讲，要来甲你参详阿兰的代志啦。阿兰是安怎哟？是无安怎啦？我感觉恁阿兄足失志的，这失志的人若阁无头路，迄头壳内都会乌白乱想。我是惊伊讲，伊若阁安尼落去，伊会想袂开呢。阿母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啦。其实，若是讲要做总经理的，伊阿兰的能力甲经验绝对比我较好。而且，等公司今日经营海运，当需要阿兰这种人才来斗相共。我是惊我若开嘴，伊想伊好就好，想伊歹，安尼就唔好啊。无安尼，阿母，伊较听你的话，你替我甲讲者，叫伊来甲我斗相共。阿仙，阿仙啊！你要安尼想，阿母实在是足欢喜的。阿都阿兰哦，拄则被关出来啦。阿伊这先生较无信心，需要咱给伊信心。阿伊若是要来你的公司吃头路哦，这职位哦，唔通给伊伤低哦。啊，薪水嘛唔通给伊伤少，才袂让伊感觉讲比这个人无重要。阿母，我知啊，我处理啊。就敢那你拄则讲的，阿兰就较有经验啊。啊，这有经验的人哦，先生是意见会较侪啦。伊若讲五条，啊，你甲扣三条起来听，会感觉讲有迄个重要性。
我知。阿兰啊，阿兰妹，阿兰啊，阿仙公要叫你进公司甲斗三工嘞。你甲公司是要创啥？阿仙即马公司咧欠卡手啊，你敢是亲兄弟吼，唔才信用会到。阿兰啊，唔是我甲拜托的呢，是阿仙拜托我等下甲你讲的。自阮囝迄组人的生意刚开始，阿仙就看起来遐真无目的。我若要吃头路，我家己去找。我甘愿看别人的目色，万唔愿看阿仙头面。哎呦，阿兰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人拄只阿仙还搁在我面头前一直侮辱你呢。伊讲吼，本来你来去做迄个总经理上适合啦。啊，他即马吼爱你去做伊下骹手人，搁惊伊讲吼会去互你委屈的。本来就真委屈啦。虽然我当用赶出来，不过我有读过大学，阿仙敢有？我咧华春公司的时阵，阿仙还搁咧做老板。参详这本册，我前两礼拜就听读煞。那阿仙凡正也读一世人。我有我的财情，我会拍算。阿母，我知你是好意，不过我做阿仙的下手人，我做袂到。林智坤，你真的很讨厌，你知不知道？嗯？哭？哭什么？我才骂你个两句，你就哭啊？我真的很无聊哎，你在干嘛？我心情就坏了，好话。你就进来讲，不好的话，你就我知啦。歹听的话吼，就徛在门口口讲，安尼我就徛在门口口讲好啊。小林，我看吼，你去找别个对象好啊啦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今日吼早起甲林志坤讲啊，讲你足喜欢伊的，结果结果是安怎？结果我有唱花照啊！谁管你唱不唱歌啊？我是问林志坤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问的，林大姐。这伊讲的吼，伊讲伊的心对因某走啊，因某若袂当回来，伊的心也同款，永远袂回来。我惊袂记吼，我就甲吵起来啊。是说，你去找林志坤，告诉他我喜欢他喽。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，林志坤拒绝了。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不准去找他乱讲？可是我没有乱讲啊，我很专心跟他讲哎。欠揍是不是啊？哈！我也是为了帮你啊。帮我什么忙？阿丽，出来，帮我一下话。啊，就是因为他。你在我爷面前乱说话哈，我就……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不能说了，如果说哦，会出命案的。叫你不要胡说还胡说，你现在给我解释清楚哦，不然我爷爷哈一定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了，我今天一整天都不得清静了。要好好的解释哦，听到没有？老爷，你平常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面呢。哦，那就对了啦！我今天哦跟他去问那面条的价格啊，啊他说太贵，我说不会啦，啊两个就一直吵，一直吵就吵起来了，啊是人家不愿意卖的，要不是我随便乱问的。嗨，这你不说我不明白，你这一说我更糊里糊涂的。这买面嘛，随便到个杂货店捡便宜的买就行了嘛。这真，以后不要再为面的事情打人了。哦啊，真是。现在林志坤知道了，我以后怎么办？那只有两个办法。第一，就
就是忘了他，跟我一样啊，爱人袂着，都爱叫人幸福啊。第二，就是爱继续勇敢的说出来啊。好啊，别再讲啊，不然等下要哭了，最讨厌男生哭。我本来就是爱哭的陈院长。阿瑞啊，阿瑞，我伫咧，盖好。阿姨啊，我错一条，来，佳姐，我跟你讲，来啦。我来遮做补品的代志，是干你知名，啊，你唔好甲我讲出去呢，吼。嗯，啊，你哪会安尼油头甲面啦？哎呦，我唔是甲你讲吼，迄查囡仔爱穿查囡仔款，啊，你哪会阁穿安尼啦？伊也唔爱介意我，我穿啥物唔是拢共款？迄无共款啦，啊，你较早穿安尼敢若查甫囡仔，啊，你即摆雄雄吼变查囡仔，伊当然看了袂惯势啊，啊，看袂惯势甲看袂介意是无共款的哦。我知影啦。伊一定是看我无去。哎呦，袂啦！阮即落海尾囡仔吼，拢是艰苦人出生的，哪有可能看人无去啦？啊，你家己嘛要较有耐心。啊，你连伊查甫的，连伊查某的，对无？伊当然看咱嘛袂惯势。哎，若看惯势了后，伊就看会顺眼。啊，若看顺眼了后，真紧就介意啊。我计有志坤老爸就是安尼啦。唔过我看伊安尼哦，要互伊介意。困难呢。啊，你较早捌交过查甫朋友无？啊，就是毋捌，则无经验。这谈恋爱的代志吼，就甲志坤老爸跳舞同款啦。哎，若退一步，咱就爱进一步；哎，若退两步，咱就爱进两步。啊，伊若是一直退，我毋就爱一直进。对啊，啊，恁两个人毋则袂愈离愈远。感情才有好。感谢你一直陪伴，因为你我袂辜负。万里世界海为情，梦是万年手中山。Hello。卖钢铁，卖同学，哦，真久无看，来来来，是你哦、喔，嗯，看办事你嘛当赶出来，来机会咧找头路的款呢。哼，我才无你遐衰，我是归国华侨，我即摆是侨人呢。履历表哦，哦，你要来遮应头路哟。李处长听讲我有赶伊过，就叫我出外口咧等，我已经等两三点钟久啊。啊！但恁小弟即摆做总经理啊，家己伫看公司，啊，你无去找伊啊？安那有考奖？我想要家拍清楚啊，靠恁小弟用笑。哎喏，兄弟阿未下属讲未出错艰苦吼，我了解啦。哈，你遮小坐坐。那我即款人吼，看到人兄弟阿未下属，我拢听大兄较济。佮看到咱是共体同学嘛。人讲哦，人无亲，同学亲啊，对不？我就要甲你找前途。你的信用在哪 ？Hello， my 老师。I'm sorry。看你爱偌济哦，阮遮拢有啦。好，着你讲定，我才靠你。my 老师，天公伯啊，对咱是真够好啦。每年天公生哦，爱记天公金加小挂，多谢天公啦。都是啥物代志，互你欢喜到就要答谢天公啊！啊，一个好的机会，你甲等咧外口两三点钟，你敢无知觉着？紧甲叫入来讲啦！你是讲黄正啦 ？Yes， 但伊是黄正生的大兄呢，啊，你敢唔退堂？万一讲，万一恁兄弟也袂好，这点咱也无利用，就毋是足无彩。无啦，我是惊讲哦，啊，你的饲鸟鼠卡布袋。Yes， 唔过这只鸟鼠，咱是替黄正生咧饲的。Hello， 麦同学，麦工体，干嘛？赶紧吃好啊！
钱是好打油啊啦，啊你即摆经营爱灌一寡好打油啊，才做有大代志。钱我是真欠，王冠这边我拢教个乖乖啊，我一道去了一千钱在写唱囡仔歌，世界上无遮尼好康的代志。那我的想法啦，就甲你无共款。这好康的代志是满满是哦，也唔可啊，唔是每一个人拢有这个机会。Yes， 孔子讲，你讲，人生就敢那《三国演义》咧，迄心肝若无够乌，无够用哦，无才调做做错；面皮若无够厚，无才调做老皮啦。啊，若我敢那孙权咧，迄背烧袂过嫁嫁妆咧。我你讲，这钱你摕开，我搁栽培你做总经理，互你甲恁小弟拼后条。严阿姨，你嘛捌请你做总经理，结果害我去王冠。啊你啊我甲你同款啦，互严阿姨因为害甲王冠无当钱，我搁加一条走路啦。不过我凭我十足的勇气，对朋友的义气，搁淡薄仔运气，就凭这三气，我才有法度当选侨领。迄美国人甲看我有够重呢，我唔只有才调东山再起，我目前是你上好的模范，有喏。我老婆在做做的代志。我绝对袂参加。要做头人是要有条件的，不是有钱就是爱有头脑，那无就是爱有教养。借问一下，你有啥？除了钱以外，啥我拢有。Good， 我啥物拢无 ，money 我上济。这钱你摕用，头人互你做，啊，咱借问一下，你有啥物怕啥？恁都知影，大，你这个算盘敢调准 ？No， 那什么时代啊？不用得算盘的，若要算啊，得用电子计算机，搁记搁准。阿母，快转来。阿叔，对啦，阿母，啊，你问阿兰无？有啦。先啊，啊你安尼做吼，阿兰嘛是真甘心啦。啊，伊是想讲，捌去互关过啦，啊，佫有暗底，惊伊讲去影响着你啦。是要影响啥啦？我过去嘛捌做过老板，我即摆毋是做甲总经理。想想啊，这，伊较早互关嘛是叫玩弄的啊，要影响啥啦？是啊，啊对。阿母啊，我看你佫甲问一摆。好啦好啦，我再佫甲问吼。我信你吧，阿兄。你若无去嫌，我来恁公司甲你斗相共。阿兰，那安尼就对啊啦。咱虽然是咧开公司，毋是咧拍好掠贼，也毋过嘛着亲兄弟啊。啊，毋过一挂话我爱讲真正。假使讲公司员工若知我安底，看我无去，还是对我有啥物误会，我着随时接。袂啦。大家白白拢是海白囡仔，轻担大家知知啦。是看下，我这个总经理有较慢慢，我有一个原则，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长工，所有员工则是头家。嘛是因为安尼，大家做好事情嘛足惯的，这点你免烦恼啦。对啦，阿兰，这点你有影唔免烦恼啦。啊，但阿先是总经理啊，你是总经理的阿兄，搁较安怎讲哦，人嘛爱看总经理的面子啊。阿母啊，我是要去吃头路的。唔是要靠阿仙的面子，是讲你若是无迄个财情，阿仙嘛是袂开嘴啊。哎，阿兰啊，你唔是去予阿仙请呢？你是予阿仙甲你拜托的哦。阿兄，以后公司接办出拜托，我尽量。阿仙啊，阿达，你若遐安尼讲是无歹意，你是毋通囥伊心肝内呢？袂啦，是讲，搁较安那讲，伊是你的阿兄，也你是总经理，总经理是爱较牛人的哦。你哦，实在是真害啦！啊，爱情你都唔捌，你我唔知内行，啊，你阿三咧乌白衣乌白断安尼啊？我是照你的开口甲断的呢。迄别人会乌白断的，这个是咱活女主呢，这关系着伊。
杯啦。啊？迄个青白啦。阿伯，阿姨。阿伯阿姨，阿姨若甲阿伯睏都乱去啊啦，甲阿伯睏这个叫阿姆啦。啊，不过你看起来较老啊。感谢你一直陪伴。阿姨若甲阿伯睏都乱去啊啦，甲阿伯睏这个叫阿姆啦。啊，不过你看起来较老啊，阿姨看起来较少年啊。是安尼讲我乱。能讲话偌实在嘞。来来，你坐下。啊，你今日来找阿姨是有啥物代志要甲我讲了？啊，我唔是来找你的啦。你是找我？嘿。啊，找你哦。我都不哩惊，唔知路去。你莫遐外行好无？找咱外头住啦。林祝坤，有人找你 ，OK？ 什么代志啊？一粒青芭拉甲你连来。我咧讲哦，这粒青芭拉吼，若无稳无生吼，是涩关关哦。哎呦，啊你遐搞话是要创啥？啊你遐兴趣吼，无来找阿瑞啦，咱加减甲摸拗一下。别急哩哈，错过第二波不用甲聊落啊。行啦，行啦。找我什么事？那个人乱说话，你不要介意哦，哈。不会、啊。可是他说的话，你要放在心上哦。他说我喜欢你，那是真的。喜欢一个人很容易，但是要像我和雅秀一样，可以一辈子在一起，那很难。从小到大，除了我爷爷之外，就你对我最好，所以我就觉得对你好是应该的，喜欢你也是应该的。我从小就生活在这环境里，这边的人都会主动去照顾和关心身边的人，那是一种习惯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从小就只能跟爷爷相依为命的话，你就会知道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对我来讲有多特别。我不会说什么感谢啦，或是报答之类的话。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为了你老婆的事情继续当苦瓜了。好啦，我现在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，就舒服多啦。虽然你不领情，可是也没有关系。我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就好了。我走了。你不要再难过了啦。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哦。每次看到你笑，我都很开心。这是咱甲新加坡合作的契约书，只要咱约来签落去，咱就会发展东南亚的航线。其实这东南亚的航线离船并无关，但我对咱公司企业形象有真大的帮助。这嘛是将来咱要发展国际航线上好的基础。这点我有想过，比如讲，越南较早是法国管的，香港是英国管的。只要咱这几点若做了交运，长期买欧洲的航线一定无问题。想袂到你才当接手总经理无外久，就掌握到这尼好，业务规划这尼关键。我多啊，咱找着读比人较少，家己爱较拍拼。董事长好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的代志呢？恁老母啊，甲阿贤拢已经甲我讲过啊。来，坐啊。每一个人拢有过去啦，呀，一个成功的查甫人啊，上主要袂使有家己拍败去。
这间公司才拄要开始尔，你好好甲阿贤斗相共，知影无？我知。阿贤，来，这是签约金，我已经甲换做美金的旅行机票，你甲收起。董事长，你叫来换这间公司，结果钱行的，搁还有你来烦恼，我实在歹势。做事业嘛，都敢那做人同款。咱今仔就靠真侪人跟斗相共，咱才有法度通签约。你都爱会记，咱若食人一口，都爱害人一刀。我知。啊，啊，这个叫做阿玲啦，啊，都志工甲交代好无的，啊，看起来这查某囡仔嘛巧巧啊，啊，看咱这个公司啊有需要啥物急需啊吼，你才派一个合作。啊，你叫阿玲吗？嘿，我叫吴玉玲。志工有甲我讲过。讲家想的无同款，唔知你遐尼啊少年。这是我第一份工作，如果做得不好的话，请多多包涵哦。我这总经理嘛头一摆做，大家互相啦。啊，那即马签约金也有啊，啊那签约的代志，你著好好去安排一下。我知。阿爷，这方面你较有经验，麻烦你替我发落去。你是为了要跟新加坡签约的代志，才找我来。你讲你叫阮看你安怎做，结果成绩先愈做愈好，这我已经是看袂落去。这个杨老签落去，黄正贤总经理的位就坐在啊。那呢哦，又老顺，咪艰苦，又老。你讲你要做头人，这做头人得有做头人的头壳，你敢唔免想一下办法？卖受骗了啦！恁若是办法想好，唔才找我来。恁敢爱我去做尔嘛 ？Yes， 只要你会当有签约金拍无去，安尼约是签袂成啊。总经理的位你就有希望啊。啊我 Happy，OK？ 恁来我头摕签约金，这是当然的啊。你上方便嘛？我做袂到。不要紧啦，你做袂到，我做会到。你著甲我讲钱放伫倒，啊要安怎偷摕，我自然安排 ，OK？ 这你若敢唔答应，安尼大家就歹看。文清啊，卖老实，甲好朋友讲话哦，唔通安尼硬。啊，不过我意思嘛是安尼啦，你卖阁考虑啊，还是讲你有较好的办法？办法是有啦，啊，不过还阁一段时间。歹势哦，我有钱无时间。啊！那我无时间嘛，无北堂，我也未甘要搁等啊。好啦，看起来我是无其他选择，即个就先照恁的意思去做。啊，不过若无多成功，后摆恁来照我意思去做，恁敢有啥意见？若有意见，我就退出。OK， 欢迎啦。都爱拿 OK， 我就 OK。好啦。您等我通知。哦，啊！公司明天就要跟人家签约啦，里面放了这么多钱，万一遭小偷怎么办？感谢你一直陪伴，因为你我袂辜负世界太伟大。啊！公司明天就要跟人家签约啦，里面放了这么多钱，万一遭小偷怎么办？所以我就睡在这边守夜。你干嘛这么晚还来啊？好，我嘛跟你同款，未放心，才专工来这顺顺看看。哦。是谁叫你来这顾门？嗯，无啊，我家己来啊。公司有这种员工，实在用真甘心。若有机会，我请你开做正式职员。哎呦，你不要说大话了好不好？自己也新来的，怎么把我升职？
好啦，我明天会去跟总经理报告，说你也来守夜了，好不好？替公司做代志是应该，这种代志就免让总经理知影。吃人的头路，做偌济工作是凭家己的良心。哦，我另外搁赶公文，大概到半暝啊。你敢不当跳出去买淡薄物件回来吃？买东西哦。可以啊，第一你出钱，第二算我一份。哇，这么多哦！那多的算小费哈，谢喽。班长廖王先生，你真正是一个会流目屎的青仔仔，你这种为爱牺牲的精神，真正是有够见口的啦。念过吼，真正是使人感动。哎呀，这无声啦！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歹人诶，而且哦，我阁是有排斥啊咁，啊干啦！拄好哦，小雅，一起坐啦。你拄才细细念出来念啥啊？我唔表咧开讲啊。哦，白讲，这明明就只有你一个人啊，你跟谁开讲啊？有呢，我左手跟我的右手啦，陪我喝酒啊。我当然哦，要陪我左手跟我右手抬杠啊，对不？对不？你这人在伤脑筋伤得很严重哎。不对啦，我吼是先伤到感情啦，才伤到脑筋的。对啦，啊你暗夜唔困，搁伫外面乱说，哦。你是咪搁要关心人厝内物件？还不是呢，我现在有正当的工作。哎呦，你若习惯想要做这暗时的头路啦，哎，女孩子若做吼，暗时的头路人会讲话。女孩年轻，莫下海乱讲。你胡说什么啊？我现在全公司当工友啦。你骗阿仔，那我做工又做暗的。明天公司有个重要的合约要签啊。我怕晚上哦会有小偷光顾，所以我就留在公司守夜啊。哎，那刚好哎，你这个算专科毕业内行的哦。我一来讲，等你透懂。哎，太衰啦，讲生笑的嘛。这样，小姐，啊，这边好。啊，好，阿吉，我带你来给你哈。咩啦，算我的啦，算我的啦。把门锁起来，讨厌的。哎，开门哦，东西买回来喽。喂，睡着了。喂，惩罚你贪睡，面我全部吃光光。真了真了，恁交代代志。我嘛甲恁处理好势啊，机票摕到手，啊先签约就签袂成啊。啊，不过还佫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个新来找阮那工友，有看到我？看到都看到啊，但伊是工友，你是总经理的大兄，人是信你也袂信伊啊啦。啊，你有看到伊，伊有看到你，啊，规气煞煞好伊就好啊嘛。人是头家嘛介绍去，听讲佫有志坤的朋友，煞好伊哪有这么简单啦？我看机票先给我吃，代志若出破，我们叫一个抽屉布。你爱抽屉布，我嘛爱啊。我只保管较妥当。我讲迄个查某工友是林志坤的朋友，哎，敢会是迄个做吴玉玲的查囡仔屁啊？是啊，上好。这撒货伊也绝对无问题啦。迄个查囡仔屁哦，是坑啊底的。
阿兄，阿伯困。哎呀，阿兄，阿兄，我你走一下。好，公司囥遐尼啊侪钱，我袂放心，专工去巡巡看看。现在你的工友嘛真认真嘞，伊讲明仔载迄个签约对咱真重要，所以家己留遐顾命。感谢你一直陪伴。现在你的工友嘛真认真嘞，伊讲明仔载迄个签约对咱真重要，所以家己留遐顾命。这么年少年，搁这么年好想，真可耻。有机会你爱甲看哦。嗯。对啊。哎呀，其实在我心目中，你才是这间公司的总经理上好人选。等公司的基础若拍较在，我甲头家嘛参详。我想要甲总公司交流。公司若发话，啊，你要从啥？其实我心肝内上想要做一件代志，就是希望家己会当有一只渔船，做一个平凡的讨海人。拄到好天，就出来抓鱼；，啊，拄到歹天哦，就来找爸阿母顾家己的母囝。对我来讲，我一世人经过太侪大风大浪的，来当平平凡凡过我后半世人，对我来讲，才是幸福代志。听你安尼讲，你敢那无什么野心吼？有野心的人哦，常常耳仔拢想比头瓜大。我无一个企图心，甲希望甲总公司换好势。啊，野心哦，过去我无，即马我无，将来嘛无可能有。好啦，较早休困。无野心，是要做大事呀！来，表姐，下。哦，张司令，这阿贤啊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嘛，证明你有够能力换进公司。啊，你签约啊，是一个形式上啦，我这个生意上的大合我较较讲究信用。张司令，我初次换进公司，够真侪所在唔办，以后爱帮张司令多多看家。表妹姐啊。哎，啊！你安尼哦，愈做会煞愈孤单呢。啊，听讲你较早少年的时间，我咧老头家咧做生意，老有啥物签约？人个招入去地点啊，行一撮出来就好势。啊，怎么还讲我独孤签约？啊，那安尼哦，你这个特别助理都爱洗头了，无来扣薪水了，嗯。啊，你早就知讲有这个期末期，啊，伊拄仔来台湾的时候，你毋着紧紧就甲带去，咱就免接驳伊。好啦，时代无共款啦。这签约这是诶，这个世界的潮流啦。哦，啊，咱得爱跟潮流。安尼啊，时间不早，我就要坐飞轮机哦。你准备等下签约。啊，对，哎，阿婶，签约紧退出来。来，请。来。